钟汉良老婆被曝是造型师，情侣表曝光。从北京到厦门2000公里，我给你一个承诺。我还没准备好。40岁的钟汉良偷婚的消息都传了 N 年了，还盛传连小孩都生了，你就大方公开吧。他传闻中的老婆曾穿在台北经营面包店，也被怀疑是中国演员齐芳，现在又多了另一个人选啦。微博乡民日前爆料，正宫名叫 Rita 谢艺华，是服装造型师，钟汉良2010年的专辑造型就是由他打理的。两人戴过的同款情侣表都被掀了出来。苹果再追查，今年35岁的 Rita 身高172公分，毕业于纽约服装设计学院。曾和林志玲 SHE 合作，2007年曾自创服装品牌，好友 Melody 还担任品牌顾问，但早在2012年就被曝是小太阳的老婆。但不管偷婚消息怎么爆，钟汉良都被问了3年，答案始终是好像你已经就是谈定，在台湾，对，谈定了，在台湾有结婚有小孩。No, 我们今天讲独占，就家人就对您，就是您的婚姻啊，包括您的现在个人大事有什么样的想法吗？没有，我们的家人都很那个通情达理，对我们没有任何那个好，对不对？我应该就是那个外于个性的问题，我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处理。保密起来，也不见得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。现在好像大家也说你已经结婚了，这是真的吗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问题我们不问，只问跟节目相关的问题。苹果流浪烂，哪还有偶像包袱呢？报道。